上饶赛区第152场山东日照钢铁女子排球俱乐部对江苏中天钢铁女子排球俱乐部的比赛现在开始。运动员相互致意。运动员向观众致意。介绍裁判员，第一裁判员陆毅，国家级重庆；第二裁判员李延光，国家级山西；四线员王静，国家级上海；边梅，国家级湖南；鹰眼挑战裁判员范高翔，国际级浙江。介绍双方上场运动员，自由防守队员主教练，江苏中天钢铁女子排球俱乐部队长六号刁林雨，五号周叶彤，八号吴梦杰，九号万子月，十三号杨佳，十四号唐鑫，自由防守队员十一号陈一凡，主教练施海荣。山东日照钢铁女子排球俱乐部七号杜青青，八号谢胜玉，十一号杨汉玉，十二号安娜，十四号郭慧珍，十五号杜比，自由防守队员十号王梦杰，主教练信春生。Thank you.
一共打好啊，打完立了以后大胆下手，前杆也好后杆也好，大胆大胆下手，好吧，然后其他都是往后取，把这一共打好。第三，对准了，住，同意吧？再往后收，上来就打嘛。然后做一个步，对不对？求一定的力量，啊，把这一共打好，好吧？哎，先把先住住住，第三步先把一个打好，往上走，往上走，好好。要加
赛结束，请双方交换场区，场上比数为1-0。山东日照钢铁云台中俱乐部暂时领先。Yeah.
就追你嘛，啊，追你先垫起来，我垫够你就完，垫满了那个就可以，啊，这个看，然后，行，能打不好，来，加油，加油。Thank you.
两套你就看一下啊。啊，那敲住准备跑啊，不到位球啊，上来就然后其他人保护你，啊，对准对准就可以了。注意调整，调整，调整，注意肩影啊，亚球。Woo!
九报价十四号上场。Walking the streets with you in your worn out jeans, I can't help thinking this is
场上比分3-4。
杆挑战成功，场上比分9-8。Thank you.
绝，又是这个球啊，都是绝。还有一个，这个十二号啊，他没有那么高的实力啊，他跟那个孟杰还不一样啊。那个进球方式也是啊，孟杰你要提前过去，十二号你过去。Thank you.
下十一号场。全场比赛结束，山东日照钢铁女子排球俱乐部以3-0获胜。喂，这个声音再小一点。喂，这个声音是师妹，可以。师妹，声音说一下。1234，1234。1234，1234。
你好，孟杰。首先恭喜队伍赢得这场比赛。那你怎么评价这场比赛队员们的表现呢？我觉得这场我们队伍进入状态还是比较快的吧，而且中间在领先的时候也没有松，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一点。今天我们看到其实两位外援在场上还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尤其是安娜在进攻端表现得非常好，那你来评价一下他们今天的表现吧。我觉得外援加入我们队之后对我们队在进攻端上是有很大帮助的。他们在一些就是在来回球多的时候的那种下球率是对我们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明天这场比赛其实非常关键了，要争夺排名，那你觉得队伍在什么方面还需要有所提升呢？我觉得在一些小细节上可以做得更好吧。